到屏東縣板門鄉公所外來推廣五九水和風雨節路，東港海慈航岔路，還有萬幾綠色農業料材體的人文風景，像賣的三十兩甜筒慈航岔、美食里的慈航岔站，甚至規劃的三條街旅遊路線，安用一下就走得去甜筒慈航岔來清土航料板門。我们现在要把它导成吃猪脚，是游程体验完之后的最好的补给品。我们雄树创全国第一，以天府茶推动六十里游，每月三十台天府茶成立等茶站。今日主持正是希用第一波的旅游团启动天府茶，向东港海慈航岔头前进。哎呀，是这样子会不会累？不会。超舒服的。民众启动天府茶，停顿两起人员前进，马成业万满雄的轨道迈进。猪脚漫游，那猪脚漫游它是会横跨到我们的四沟五沟，还有像不同的一个客家的文化，还有闽南的文化，甚至有宗教的文化。好，谢谢，好谢谢。旅游路线马来到，为采万满的屏东哥哥啊，靠家的人气，本民众体验本土靠家的产业的魅力。杜后海今日主持是介绍给林业屏东县客家事务处长李明忠，担任营业点长为发通暖身，结合人文商业景点，万万乡搭上绿色旅游风潮，希望透过天府茶旅游场带动产地经济。客家新闻潘胜峰屏东报道。